整上他一小锅啊，一斤一个的大海螺，哎呀，八爪鱼都是鲜活的啊，哥姐，还捕了几个大对虾，锅里头还有一个大绿贝啊，待会儿咱给他割了啊，海鲜小锅，生活乐呵呵。哎呦，这个虾还跑，哎呀我去，来点料酒，哎呀，锅里头。来点老抽你知道吧，给它上点水，你看啊，这水一下就上去了啊，就特别漂亮了，你知道吧，来点香醋，醋可以达到提香和去腥的作用，你知道吧，再来点酱油，哎呀，然后你就给它扒拉扒拉，再来点水，点个双击来吃饭呗。